仓鼠因为其毛绒可爱的外观，惹人喜爱的模样，逐渐走入到人们养宠的视线当中。但是要将仓鼠饲养起来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。仓鼠属于杂食类的动物，几乎所有人上面的食物仓鼠都要吃，例如坚果一类，花生、瓜子、核桃等尤其喜爱。但是脂肪太高会导致仓鼠发胖、挑食、营养不良等症状，一般作为零食和增进感情的一种非必要品。对于瓜果蔬菜的根茎叶是来者不拒，还可以给仓鼠补充维生素等，但是在喂食菜叶等要将其洗干净，并将上面的水分擦干再进行喂食，水分过多容易引起失味、腹泻等。当然仓鼠也吃水果，但是要将其核、籽等去除。其实仓鼠最重要的食物便是仓鼠专用的饲料，饲料中就已经包含了仓鼠所需要的食物，可以避免主人找不到东西喂仓鼠的情况。